跟这个龚小图的对话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就是图书馆，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施，然后你想去借书啊，在什么地方啊，都可以，就是从龚小图那块得到这样一个信息。就来到二校区的时候，就看到了图书馆，然后那个时候图书馆的老师就在门口迎新，那个刷脸的系统什么的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，就觉得还挺新奇的。印象最深的吧，就是五楼有那个音乐空间、电影空间，图书馆就特别舒服，沙发呀，还有那自习的地方也非常大，都是有电的，就随便带些东西来，那学习的环境就是一级棒。报到的第一天，我就马不停蹄、迫不及待地冲过来了，然后从一楼逛到五楼，看到了各种各样特别丰富的图书，然后各种各样新鲜的设施，就感觉每一个都想去体验。从便捷性到科技感，都是就是体验十足。觉得整个新的图书馆给我们的科研学习都带来了很大的高效便捷。原来我们那个座位1400-1500，现在这个馆改造以后已经增加到2200，这现在我们图书馆也增加了好多特色空间，包括音乐欣赏、音乐就钢琴啊，包括这个减压、心理减压室啊，各种包括我们现在的好多文化建设的。现在咱们这个馆藏呢，纸质书现在是320多万册，数据库136万，电子书呢170多万册。有时候在这待了一天晚上，可能就都不太想走。这样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学校图书馆最大的魅力所在。都说图书馆是一个学校的名片嘛，所以说我觉得在图书馆学习，可以感受到学校为我们每一个人，体贴的去考虑这样一个良苦用心。约上同学呀，约上男朋友在这里学习，每天待到10点钟，回去就感觉今天过得充实又高效。就觉得在这里学习的确是非常踏实、非常温暖，是工大给我们非常好的支持。